好，我们来顾顾看就知道了。什么叫顾啊？当铺要怎么顾？怎么顾？你把我们当病人呢、啊？填表格，谈价钱。小姐，现在利息怎么算？9.4。4000块，然后利息一个月400。利息太高了。你要价钱好，利息当然高啊，不然多那500块不是钱。掌纹印下，我算他们的命给你听。我想把我店搞垮。哎哎，小姐对吗？妹，要盖掌纹。我要对妹，我是要恁家的给他啰嗦。天秤座。3个月前该左转的时候，我选择右转，在右手手掌上摔出半个巴掌大的疤。护士帮我包扎手的时候说：“恭喜你，你从此没有限制了。”我有名有姓，不要叫我小德了。OK， 哎、欸，昂牛，昂牛搞咩事嘛？我说鱼啊，鱼哦。水，水。Please。